早上七点就起床了，一大早就坐着师傅的车子来到了县城。今天任务帮别人带一天班。早上天气晴朗，空气新鲜，心情也就自然好。哎呀妈呀，开心坏了，终于到工地了，看到了240的小松挖掘机，还有神钢250，今天就开小松240新挖掘机哟。可不是我开，师傅也没让我开，我就坐在下面偷拍陆师傅，我也不敢偷玩，认认真真的看着师傅操作，特别特别想开新挖掘机，不知道下午师傅会不会给我开。静静的坐着，静静的看 QQ。 哎呀妈呀，哈哈哈，坐不下去了，放个音乐听一下。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，爱恨成败里赢过也输过，也曾灿烂失落，无悔选择，相信磨难历尽